太菜了。在玩啥？啊！玩坏了。糟糕。A lot of boring math later. 这是口香糖粘上的。你看，这是口香糖粘上的。你好，这位运动员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赛前采访。你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醒醒，醒醒！嗯。眼睛现在不对焦，放空状态。老师的麦。三四五六七，七百五十三人。什么赛前采访？多少有点紧张吧？不紧张。多少呢？今天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太菜了，我太菜了，把徐菜菜打在公屏上。要去划船，我就是很久没有在船上玩了。你小时候是在公园里面会划船吗？对啊，小时候就是去公园，就是买一袋瓜子，然后坐在船上边嗑边划。只想去划船吗？没有别的想法吗？就是看看美丽的风景嘛。那船你划吗？看吧，划累了就换人划。你特别想划呢？我特别想划，那我就划呀。但是把大家划到哪儿去，我就不一定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船给划翻。船给划翻。那你今天晚上还要吃饭吗？这是个好问题啊！干活了，徐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手法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真的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真的好饿。打个光，徐阳给自己打光，我自己打。他是爱上了这种自己给自己打光的感觉。我要看啊，没有办法。哇！我的天！好准确呀！我还行，我觉得就是他有两根头发在我的脸上，我是剪的。这决定是他吗？对。对，黄色已经不香了。哎，面容识别不了了。还有挂耳染。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对对。哇，这个地方一看就是跪地上拍的。不用告诉人家，我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。叮叮，跪地自拍法。